和愿望，也希望这盏盏天灯能够照亮每一个人的幸福。央视记者台湾平西报道。 不时的响起了这个尖叫声和惊呼声，这是因为今天现场呢，不时的响起了这个尖叫声和惊呼声，这是因为今天现场，那么在那个时候最早的打铁匠人呢，就举着龙，然后撞，然后旁边的观众，那么这些火花是来自于这个铁水，这铁水最高的温度可以达到1200道，其实但是今天呢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被这个火花袭击到，都他们会认为这是喜从天降，福从天降的打铁水的师傅，他们是。 两人一组守着一炉，刚在延长线是延长了很多，首次呢将灯会是延长到了外。 安全正确，很好，你猜。